个人就需要一份啊。然后也是路边摊的意思。对对，是路边摊。只要出了百货公司都是路边摊。哦。对了。反正你吃完，你还是要陪我去吃那个。吃完这个，你还可以吃其他的。这个本来就一口而已啊，我不会买其他的。那你吃啊，他现在就不用排队。对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拜拜。